8月28日下午，黄奕女儿黄千灵的后援会在微博上晒出一组黄千灵跟一群小伙伴一起玩耍的照片，并配文：“周末约上好朋友们，亲近大自然。”照片中，黄千灵笑容开朗，活泼好动，可爱十足。这个时间点晒照，看来母女俩并未受到黄奕清事件的影响。黄奕也在采访中说过，希望一切能够过去，希望女儿能够快乐的成长。非凡娱乐实时报道。